梵高是荷兰也是世界最伟大的画家之一，一生共有864张油画、1037张素描、150张水彩，其中肖像画是他的挚爱之一，他画过35幅自画像。近日，200余款梵高博物馆正版授权衍生品现已登陆上海浩美术馆。浩美术馆携手荷兰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，带来200余款正版授权梵高衍生品。这其中有贴身物件、服装、包袋、抱枕套、雨具、日用器皿、文具、玩偶、雨衣、丝巾、冰箱贴、水晶球、魔方等几十种品类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